我来这时阵，目睭还阁看无。原来无开花樱花树是生做安尼。我甲小婷敢真正会用个阁做伙看到明年樱花盛开的模样。我想要阁给阮两个最后一遍机会。只是你敢愿意来这搞见面？休困啊！就我是咱国内的代志，有时可以安尼在看呢。你看这吼，像是雷霆。这样小林要时间一个敲过，我怕意思未来了。这样子我怎么感觉别站起来？小林一，先告停好不好？再等落去哦，我家己会感冒。你今天顺便装医师啊，那年我跟你当救护队啊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可以叫了你的幸福。那咱两个爱情，那已经是过去的代志啊。江小婷，别个留恋啊！今仔日你根本无需要来家的，你来家嘛已经无任何意义啊。差不多时间应该放下。
十五分钟钟思瑶来樱花树下，阿小平来家送。遐个爱问，因两是真爱 ，True Love。阿小玲姐吼，即卖是单身的，阿伊来家吼，当然是想金色啊。我哥哥，你来点点啊离开，情海无涯，回头是岸。这个结果对恁三个人真是上好的啦。阿哥陪，好。你无讲话，无人当作你是乞狗。奇怪，交警明明是在落车，那不快啊？哎，为着各位，雨愈落愈大啦，行上来啦。哎哎，行。来吃不冲啊！这所在不是你应该来的所在。对啦，我知影我不应该来你家方思瑶甜蜜幸福的秘密基地。啊，不过我拄只刚刚看到方思瑶选择迄中强村啊。啊，伊无要治你啊，你是要安怎？看到你这样狼狈，我真正就欢喜的。你到底想要讲啥？我想要讲啥，你应该知影。亲爱的大姑。你平常时这么照顾我，我也应该报答你的大恩大德才对。所以我决定，我要跟你到沙房，帮助你走出这个无正常的三角恋情。你把你的嘴提起来就好啊！你这款人有什么资格跟人讲感情？走啦！若是方思瑶的心内还有你，一定老李才跟你记住。啊，不过伊拄只已经在庄头先走啊。答案就真明显啊！恁两个感情哦，是无可能搁断绝。啊，唔着好大哉！之前方思瑶留予你的录音笔，你无听，我嘛替你处理掉啊。啊，若无，你即摆唔着搁较艰苦。真正是你，欢迎你之后搁过分的呢。你敢唔知迄支录音笔对我来讲偌重要？我当然知影，就是因为知影迄录音笔对你来讲足重要诶，我唔才会甲断掉。张小婷。你每项代志针对我，讲我袂顺眼，害我失去所有一切。所以我今嘛，唔爱和你感受一下，失去重要物件的感觉是啥物？这就是你的报。看起来这么普通，你竟然这么笑喵喵，这一定是你跟方思瑶的定情信物哦。不用说那么多好的，连那幸福买就来拿啊。来啊，很好听，你不让我好过，我也不让你好过，我就是要你眼睛金金看你上重要的东西，为你的面头前永远相信。Thank you.
住老人家，拿一点点围攻，希望把江小婷送到去扫他们。等一下，我的心里不要啊。哎呦，伟泽，都能等你啊啦！我们想要跟你雨中爬山呐、啊，想要跟你雨中爬山呐、啊。好的，我想你可以，只要大家的心。就伫遮附近，这位清凉上人，你莫跟他假鬼假怪啦！只要给骗别人，骗我无效啦，我唔哩讲这套啦，行啦，转来啦，卖搞死我，不会再就转来。这小婷怎样呢？那你家，根本没有什么欲望，什么？小婷，小婷姐。小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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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着我，小弟你呀，你给乱叫，我本来我想跟你逃走啊，你看你这乱危险啊，你再这么落后，咱乱嘛救不上起来啊，快起来，马上救我，你看你要救救我家，我也是办法。叫江小婷啊，所以来伊安怎还拢是伊的命，甲我一点仔关系拢无，我也是跟你比较好啊。真正讲生笑啊！你来支持我，我替你交代，我拜托。庄长陈医师，你敢满意带方思瑶回家？这一生一世，拢会甲伊牵条条，无论是天灾人祸，拢袂甲放开。我不管你。早就被反悔，思瑶，我有期望，你将来反悔。其实，我伫你的身后，伊照顾你，我也感觉真幸福。我对你的爱，是不需要你做出任何回报。你告诉你的爱，是属于江小婷。没有怀刀断爱，因为我希望你幸福，你真正快乐，这是我守护的意义。你想怎么对我这么好？你对我这么久啊？我什么又说那么好你呢？我等于是浪费你十几年的青春呢。青春，那是用在美好代志，并不是浪费。这几年来，我伫你身躯边照顾你，我感觉真幸福。思瑶。值得被爱，被守护。
你理论底下照顾宝郎，从小熊、钟伟哲到江小婷，你都无怨无悔的照顾宝郎，付出你的爱。其实我做的代志，跟你同款，也是在付出。只要你快乐，那么结婚嘛不要紧，做永远朋友，更加自在。我会在你的身躯边，点点的照顾你，保护你。要比小林姐啦，已经不得着幸福啊！伊咧等人阿妈已经回来啊，你难道无闻记了一面这天人永隔？用电话要给你用吗？快点，请过来。你即摆管的这么严，小婷受伤真严重啊！你若无赶紧来啊，刚刚最后一面你都记无啊！钟伟成讲，你讲小婷受到伤，伤到最严重的，叫我规挂规去坐恁爸伊，我即摆要安怎？钟伟成，即摆要安怎？受到伤。